大家看一看，这是林肯医院。大家讲一个美国的地铁吧。来到美国后，这个地铁感觉上次说到报站有特别，美国坐地铁的更牛。我操，美国坐地铁的有唱歌的，是吧？一顿绕舌，拿个喇叭一顿绕舌，然后还有听歌的，不唱自己就摇头晃脑的，还有打拳的，还打拳击的，就是对着空气就一顿搂，还有跳舞的，跳舞的就像跳钢管舞那样，拿着地铁那个扶手啊当钢管用，咔咔一顿翻滚。还有这个要东西的，要钱的，要饭的，还有卖东西的，有卖食品的，还有卖什么，还有卖小饰品的，哎呦我操，百花齐放。还有这个 homeless， 就乞丐呢，就是直接就是脱裤就往地铁上就尿的，这吃住都在地铁上，每天地铁开动那就是移动的家。有的时候睡在那个地铁的通道里，这纽约地铁就是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你想不到的都有。还有不老实坐车的，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他上那儿站着，他也不怕他妈两节车厢给他挤死，这什么都有。说了这几种，我看想想啊，基本就是这些吧，主流的就是这些，剩的就是在纽约市啊，是走路特别慢，就你看那个走路那个速度，你就知道他这个生活节奏比较慢。生活节奏慢，他们说，我记得有些人说纽约的生活节奏快，那可能是有一波人快吧。我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慢的，这走路啊特别慢，就把你急的就想快点走。像咱从驻马店来的，走路都快，着急。哎呀，着急办事儿，着急走。但是呢，老百姓走的特别慢。早上起床呢，7点多之后坐车，车还是比较拥挤的。早起的人啊，辛苦的人还是很多的，这一点确实是确定的啊。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来信人啊，我记得天天说这找不着班，那找不着，这找不着，那也不着。首先来讲呢，这三点，英语行不行啊？你他妈到一个说他妈外语的地方，他妈你们说英语的地方，你英语不行，你西班牙语也行，也可以啊。第二个就技能，你会不会牛逼的技能啊？这对你的学习能力和这个个人自身素养都要求，技能得高，技能都要求啥技能？什么技能都行，越牛逼技能越好。你要是医生那就更妥了，来了之后你自己再学一个他妈美国的这个医师执照，行医的话，这一年年薪那最少得20万呢，是不是啊？我看了美国的医生的收入，那全20万以上，太轻松了。然后剩下的就是身份该办办呗。我遇到很多人来了他也不办，我也真搞不清他为什么，搞不懂，一问说自己妈就不想办，然后到最后才着急。我都服了，我操，这种情况也能发生，很莫名其妙啊，搞不懂。还有人呢，就是还有一种人什么，就是申请身份，他也申请也很快，但是那故事啊，我操他们，他那个 story 那是纯的，他那随便就 copy 一下就完事了，你要问他细节他一个都回答不上来，我看看。还有剩下的就是怨天尤人的啊，这坐地铁的真又讲到那什么了，讲到来的人的状态，怨天尤人的，觉得那个工作不好找的，说那个中介骗了，操他妈，你是成年人呐，中介骗你，这种事情要是发生了，你得买单呢。你当初你想的太好了，你没质疑一下，你没问问呢。那这种骗了的，既然是事实的话，那你得加油啊，你不能躺平啊，我操，天天抽烟，床铺一躺。
然后就他妈怨天尤人，每天就吹牛逼就完事了，剩下坐吃等死，他妈遇着发食物的就一顿疯抢完事。哎呀，我觉得这种的兄弟们，叫我说这种的真浪费时间。我听到很多人说直接买机票回去了，我觉得他们说的是不对的。第一，浪费时间，因为这里的个人能力和你的认知水平和你当初想的完全他妈的属于那个上级大佬，这他妈的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两种状态。你待在这儿你也不开心，对吧？待这儿你也遭罪，你还不如回去了。回去至少还有交费钱，在这儿已经交不上了。你语言不行，来的女的谁找你啊？来的女人没人找你。来的女的，男的来那降级就得降三四级的，使劲往下降。那女的行啊，女的来了之后可以干按摩，按摩不行干美甲。美甲不行是洗个脚啊，还是那个还是什么打扫卫生什么的。本身女士就受优待，然后你再干点这种基础的活肯定能找着。我说这种是没啥技能的啊，最基本你有技能就不一样了，你有技能牛逼啊，有语言牛逼啊，那各种你就想啊，那工资和这个劳动强度各种加成呗，就往上加呗。会技能唱完工资翻一倍，会语言再翻一倍，然后那个个人的话，就小姑娘长得再漂亮，再翻一倍呗。那找个什么结婚的方式，是不是啊？那就可能了，可能性比较高啊。你说你是要啥不行，自己个人还觉得难，还觉得不努力，我操，那没用。那这关是，就是这个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这关都得过。对每个人的要求是一样的，知道吧？你觉得那个某些人你觉得找工作什么特别容易啊，特别来了就能混得好，那是有原因的，好不好？那是别人的妈能力，你也不看看别人啥能力。我操，英语他妈八级，我操 GRE 都过了，上这口就流利，语言流利它存在这些困难吗？它一定是不存在啊，对不对？语言流利它没这些事儿。来了找工作，就算都没的，不能报税什么的，花钱办一个临时报税的，就直接就干了呗，就这种状况。反正我是自我认为啊，自己找不到工作，谁也管不着，怪你自己。你瞅你自身上找原因、找毛病，那你自身是哪儿不行啊？哪儿缺就补哪儿啊？那中国饮食文化哪儿不行补哪儿，是吧？吃哪儿补哪儿，脑子不行那么吃点什么核桃和那个这脑猪脑和猴脑，哪儿不行啥往上找，啥往上补，不能挺，不能怪。你都到了你怪谁有啥用啊？就说那些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解决不了你面对的问题。看着美国这天，现在是马上要黑天了，看这天空怎么样，蓝不蓝？这空气啊特别好。昨天跟一个，行，剩下的话就到下个节目再说。